我就待在这个墙壁装可爱就好了。露西欧，哇，当自己家哦。断得好，断得好，这断补可一点。有害影，有害影就有点麻烦了。还可以，是安娜，哇。继续在这个墙角装可爱。今天墙角就是我的家。看谁敢过这个月雷池一步啊！继续装可爱。露西欧要冲了，露西欧，露西欧！啊靠！啊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！啊！哎呦呦，巴蒂斯有料，巴蒂斯这个维生力强，能打一波。哇，这是全队在保我。先把安娜拍死啊！哇，他一了，他一了，拍不死，拍不死，硬杀。可以可以。哎，我队友嘞，剩我了。哎，没办法，真没办法。大家快接受指引，目标。我们换一个墙角，我们换一个墙角继续装可爱。我强化了，不行啊，被弹开了。哇，我发现我每次只要血线一滴啊，我们的巴蒂斯就会丢这个维生力场。专业护卫，喂，七六下去，自己吃补包。先抓安娜，先抓安娜。耶！那你怎么在这，兄弟？刚没注意到。嘿嘿。我快要发飙了。你换小美了，也换小美了，看来是想看我。开大，别开大，不演。哇，断得好，断得好。我在他的冰墙里面跳进跳出的。好险。哇，没跳好，露西欧回头，死了，露西欧死了，小美哈，小美，听起来，会，小美会死吧？小美会死，可以，哎，屁股开花，屁股开花，撤退，哎，维生立场又老。这个观念很好的辅助就是让人这么舒服吧。看对方路西欧只会一直滑一直滑。好妹，完了，我们的辅助，我这是这波要我扛了，这波要我扛了。安娜来了，安娜来了，我锁定，施压施压。有了，死了，七六倒了。再
再试一次，安娜，安娜一直靠摇，一直抓，一直抓我这样，一直抓我。哦，被制裁，被制裁。换一个转角，换一个转角。<笑>每一个转角都会藏一直温室。哎，换闪光哎，闪光我比较不能对付的。哦，这强化。 抓掉了，安娜完了，安娜你真的完了，这次你真的没了，强化的，碎了，漂亮。又守了一波，我已经快7000伤害了，应该能到8000多伤害吧。 他们走了，他马上全队走那边了。真的，全部在那边。哇，断得好，断得好，这段不漂亮。然后我还有大，再给我跳，你再给我跳，再给我跳没关系。 闪光，闪光我不行，闪光我去抓效率太低，很容易被骗那个骗大招的那个毒条，不要抓。如果有大就是往前压，看队友要不要跟着我啊？队友跟着我这波就是一波好的反转，大家赚我赚大钱，虽然我的大钱没了，可是大家的大钱都好了，稳赚不赔。20连杀，20连杀，各位。 跳错，真跳错啊！我应该往后跳了。加班，<笑>我不是故意要破万伤害的啦，不是啦。然后就松一点。 靠背，靠背，快一点！啊，差一点啊！加班，加班！完了，完了，我的错。两分钟。 哦，盾的位置放的没有很好，这波好像开大喽，啊，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，要开了，有，这次有，76壁咚，看到这个熟悉的窄角就知道成功了，这一次有，这次有，应该扣着，应该扣着那个大的，好像会输哎。 应该扣着的，我赶快就集合到。赚到！他们很慢嘞。 Thank you.
超痛！这个一万伤不能输啊，赢了才有意义啊！ 帮我治疗！破万！星星也能一万伤。精彩重播。还蛮准的。